Hello， 各位好，又翻到嚟 Pokemon 嘅最终红，咁今次咧继续打呢一个嘅大厦，打呢一个最终 boss 嗰两位嘅首领嘅始源神兽啊！咁上次我哋系绝对冇可能打赢啦，一开头初见第一次见，咁今次我哋试下先啊，因为佢系双打，所以系三只三只咁入嘅。咁我决定一开头带只乐天河童先，因为乐天河童咧可以 fit out 下对手，跟住带只干鸟系啦，应该系咁。应该咁打会好啲啊！我哋试下啦呢度，好。同埋我都要睇一睇 fit 边只啊呢度。哦，咁唔使睇，一定系 fit 左手边啊，因为佢系咩咗啊？左边嗰只佢系右边嗰只有精神力有机会，咁左边一定冇精神力噶啦。哇，喺差字幅用热风喎、啊、，OK， 烧伤咗。咁因为咧，古拉多惊咗，所以就喐唔到。地龙用地龙输咗啦，烧伤咗啊！好，即刻重开啦，唔使多谂啦，唔使睇啦，已经输了一开头。好，直接 fit 啊古拉多。OK， 我知波动啊嘛，系嘛？咁地龙就用咗呢个龙武。如果龙武嘅话咧，这个时候咧，照道理应该系佢快啲嘅只地龙。咁样我哋用。帕洛啦，系啊，帕洛只古拉多度，我知波动，地震，哇，喷射火焰咬落我，喷落我度，啊唔得，走一走先呢度，系啊，走死，呢度换咗火主，热风 ，OK， 顶住，得震死咗只古拉多先呢度，我靠佢打啦呢度，有只咩喺度，我哋用火技踢落只差字幅度，顶住 ，OK OK， 打得死啊！冰拳冇办法啦，个优卡出场，咁个优卡出场，因为呢个落雨咧就几麻烦啦。呢、這个时候我哋就飞跳喷水 ，OK， 呢度我哋出只呢只出嚟啦，啱啱好，跟住我哋就用 fit out，fit 只古拉多系啦，扣一扣佢血先 ，mega 进化，思念意念头锤撞我只古拉多度。岩崩对面用 ，OK， 跟住我哋用降海啊，降海啊就直接用招用鸟车落只古拉多度，唔系哥优卡度，系啊，成日讲错，喷水啦一样，哇，搞唔掂啊，哇，搞唔掂啊，好难、啊，真系好难打喺度，佢古拉多咁样出嚟，我冇技打赢佢，好似都冇喎，佢要只地虫先可以打得赢。我系咪有草 set？ 有冇草 set 喺身啊？好似冇喎，我记得得招重 set 咯，重 set 又唔啱用噶咯，试多次先。啊，定我直接用吸收吸落只布拉多度好啲啊？但系对面应该都系用火技喎，试下啦。但系唔系嘅，佢布拉多变咗始源有火属噶，原本系地面属嘅啫嘛，系嘛？水又唔得啦，因为佢。太阳紧啊嘛 ，set 水得唔得啊？试下先，试下恶下搞先。哇！一个喷火烟死了。上次我记得咧，有个观众话 K C 啊嘛，佢问咧，如果将啲精灵降低咧，咁佢个精灵会点样咧？那个 level， 我哋一阵间可以试下。嗱，不过首先依家我哋照翻正常咁玩，首先 fit out 咗只古拉多先，系啦 ，fit out 古拉多。希望佢嘅沙漠精灵可以带领到全场啦呢度，跟住我用吸收吸只古拉多，热风，龙武啊，仲开龙武，哇黐线，喐未啊大佬，顶唔顺啦就嚟，呢、這个火球踢右边，哇啲你咬右边竟然，你唔打左边古拉多大佬，呢度电光石火打只。过优卡路，过拉多先，过优卡路先，喷水啊！但系都系用，咁啊大镬啦呢度，掟佢，阳光烈焰去用，OK 打死咗只咩先呢度？但系左手边条友用阳光烈焰喎，使唔使搞搞佢啊？拉大优先，索那边喷我啊！竟然 OK 得，有冇机会？应该有机会啊！你快过去啊嘛！你唔好同我讲你慢过佢喎，因为由于
個優卡係落緊雨，所以古拉多放唔到火技，打唔死佢嘅鋼將啊，應該係啊，因為佢嗰個係始源嘅天氣嚟嘅，唔係喎，有火技喎，唔係落緊雨咩？依家地獄特使落完啊！之前你做乜唔打只鯊魚啊？又邊個教你打對戰嘅大佬？邊個教你打對戰噶？勁敵，你阿爸教你打定咩噶？咁渣嘅？嗱，依家系始源啦，应该系始源嚟噶嘛呢、這个。OK， 跟住我哋用吸收吸嚟就，啊吸唔到啦，冇办法。跟住呢一刻就用火球，唔系呢一个劈斩，唔系闪耀王牌，地裂，苏拉鞭 ，OK。嗱咁依家出到嚟啦，呢、這、一个国友卡。咁、应该系呢一个嘅始源嘅落雨嚟嘅。咁始源落雨咧，古拉多又喷唔到火啦。咁我呢度点翻石火打呢边啊？要扣一扣佢伤先。打右边啊，唔该你。右边都要杀啊！右边都要杀，大佬。用秒唔系普通飞行技打右边喷水，唉，秒咗我啦，大佬。好难打喎呢度。佢第一彎咧，佢就要一隻超高傷嘅精靈可以打得死始源嗰兩隻，係啦。咁但係冇辦法，我啲重咧唔係全輸出嘅，即係唔可以即刻做到輸出，要等一等先輸出到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次咧就先試下，求其喺身上打一隻五呢嘅精靈，睇下上到去會係咩精靈啊 ？OK， 係一個好有趣嘅實驗呢個係五呢啊嘛。莫路贝可呢啲系嘛，但都系会死嘅应该。虽然佢嘅 level 系低咗，但系佢有努力值同埋有个体值底下咧，我就算五六咧都赢唔到佢，除非个劲敌八十几咧啦，但应该唔会啦，冇理由咁白痴啩，冇理由咁白痴嘅，我相信如果真系咁白痴嘅话，咁都系一个重大嘅 bug 嚟嘅呢个系。好嚟啦，试一试啦。莫路贝可啊嘛，冇咩技能啦 ，OK， 就咁啦，试下啦。嗱，我哋睇下啦，身上依家最高嘅 level 系六呢，好，出啲咩啊？真系六呢，真系六呢 ，OK 喎，好，咁啊，都系差唔多啫，其实，系啦，恶之波动 ，OK， 用个加速技能啦，用龙武呢边，哇！成个节奏唔同晒，好似苏拉鞭得恶技咬佢，得我电死佢，得升呢，哇七呢 nice， 我觉得升呢都唔错喎，高过对面一呢喎，依家我哋用电技打右手边，地面技，唉咁冇计啦，火系，喂冇啦，啲重已经唔够劲啦呢度，啲重唔够，都系要输啦呢度，系结论。虽然系测试到系佢会变成同我一样 level， 但系都系唔够打。如果我喺正常六呢底下，我系冇可能齐技能啦、齐努力值啦、齐个体值嘅，系有啲难度啊。我哋不如一嚟用爆呢只啦，定还是一嚟用呢一个火球会好啲咧？装翻个火二 set 俾佢先，呢度火二 set， 装翻火二 set 一入去即刻打爆只。古拉多，但唔系喎，古拉多有火喎，唔紧要啊，打爆右手边嗰只先。好，不过佢有机会快过我啊，系佢快过我，用恶之波动，啊唔紧要啊，跟住到我 reset 火，呢度秒眼噶啦，因为有太阳嘅关系啊。系龙武啦，呢、這个时候咧佢又出咗只落雨始源嘅国优卡，始源国优卡你仲？电光石火打右边，削一削佢血先。用嗰个烈焰嗰边咬碎 ，OK。哇！呢只地龙都俾人秒咗，好波啊！呢只啦，近身拳击打右边，苏拉鞭咁啊喷右边嘅。呢度系普通啦，喷水啦，系嘛？哇，好痛！唔系喎，佢嗰招唔系喷水嚟嘅，佢唔知道用嗰啲咩技打落我度，差唔多死啊！就只鋼雀啦嚇，做冇落雨，冇落雨喎。呢、這個時候佢有火技嘅咯，可唔可以搞一搞右手左手邊嗰只啊？
Mega 玩火技，哎呀，打错人，喂，揿唔到嘅招技点解？揿到，哇，咁窒点解？打佢，咁慢嘅虫，唉，输啦要，好难打喎呢个，我要需要一啲时间去谂一谂点打，系要执嗰啲虫啊，定还是点样呢？升咧就应该解决唔到件事啦，依家 ，OK， 咁算啦。我哋放低嘅火主试下睇下降低咗佢个等级，睇下打唔打得赢咧。因为等级差太多咧，嗰个数值咧争太远啦，打都打唔入啊。嚟啦，呢度我哋照用乐天儿童。咦，其实可以用呢只喎。火爆后我哋唔好带住，系啦，呢度 save 先。啊，我觉得咁样有机会打得赢，有少少啦。嗱，依家变翻84啦。跟住我哋用飞欧飞落古拉多度，跟住就等佢只沙漠蜻蜓就开始龙武呢度用吸收打左边，我知波动，苏拉边黐线，苏拉边一下秒咗，呢度用只大王焰啦吓，大王焰，跟住用呢一个嘅普通 set 打左边 ，OK 我喐先系嘛。我先啦，速度快过你啊，靓仔。好，呢、這个时候佢就有只烂泥兽出嚟，咁我呢度用了只叉子斧咬碎。你试下，不如打，试下用地震打烂泥，不如。个电脑系傻傻地噶，即系佢系会谂咧，哦，我啲技能够杀 B 一只就用，但系明明隔篱有只嘢可以有技打佢嘅，呢、這个网状只呢只。我快啲唔该。Oh my god！ 光将，佢仲有只固，仲有只果丘卡喺后面佢。摸一摸爪先。喂，唔系话，唔系啊嘛？黐线，好难打呢、啊、度。好，转一转阵容，先用超能力嗰只嘅圣姑。嗰只菇出嚟打死咗只叉子福先呢度，啊试一试，我系恶技打我咁大胆，呢度自爆，苏拉边，好龙武开得好啊！呢度佢会用个欧卡，我呢度出呢只，哎 perfect， 呢个时候就逼欧右边，希望只沙青可以打得赢佢啦，阳光烈焰，哇你又打左边。咁啊死啦！呢度佢就快出，佢呢度一定出噴水或者出嗰招神兽技。苏拉边，诶、欸、，OK OK， 落雨加咗个速，之后再吸收右边，顶住啊，顶得住。依家冇冇水啊？系要冇落雨喎，但系唔紧要啊。呢度我哋换走，换做换唔换走咧？谂下先。呢度佢好大机会打我，咁我呢度唔换啊。呢度用 set 水打左手边，喷死佢，打唔死啊！做 set 唔紧要，我仲有多只。呢度用鸟打呢只啦，呢只佢应该系打右手边，咁我打左手边补佢。唉，至少要加速特性嘅大佬，争少少系嘛？唔知争一定两只就喺度。啊，继续试一试啦，啊，继续翻呢一个啦，不过争。爭少少啦，真係呢度繼續超能力打死佢。如果一下可以打死佢就最好啦。我知波動驚咗頭先嗰度，驚咗佢我知波動，所以喐唔到啊，冇辦法用超能力打佢。叉子夫用特攻技咯，呢、這個都幾特別嘅嚇，好少嘅其實。唔係啊嘛，又係咁。我知波動好似都有 30% 驚，竟然兩下都驚咁黐線，中啦終於，但都係打唔死佢。呢度我谂应该都系要送死嘅呢度。OK， 呢个时候就呢只。呢个时候其实都唔使 fix 啊，因为我一定快过佢噶嘛，罗主，因为直接吸佢收得啦，系嘛？我应该快啲，系啦，我快啲。啊，呢招系水喷水，咁依然仲有罗主嘅话啊，唔系喎，其实呢度 fix 啊要，因为补多一弯喎，补嗰只嘢。
吸收啊，继续得呢度吸收啊，定走呢度走一走好啲。吸收啦，吸收啦，试下吸收。火技咬佢，嚟得唔该你打右手边啊，唔该你，你一定要打右手边啊，系。跟住用普通水炮得啦呢度，你快过佢噶嘛，应该系嘛？火技。唉，打死咗，得打死啦，右边都好啲，得翻一只啫 ，OK， set 强普通 cap 普通 set， 哎，啊唔系，佢仲有一只喺后面，如果佢死咗都系打唔赢，佢仲有一只火陀喺后面，好，我哋打多次唔得啊，算啦，等我谂一谂先，或者大家如果有啲意见嘅话，可以咧俾一俾我，等我打赢佢，啊，头先嗰度可能要做得好啲啊。咦，佢冇打到我啊 ，OK 咁样有赚喎，但系都唔赚得多。呢度用超能力打左边 ，OK。哇，佢用啲咩？哇，又惊啱啱嗰度，唉，蚀咗呢度。头先嗰度又惊，佢又打唔死我，我冇办法喺落雨嘅情况下出到落天河童，咁就蚀咗啊！你玩呢度打左边。OK， 呢度留晒两隻，跟住我哋自爆。哎哎，得唔紧要，出呢隻。咦，佢换咗喎，咁醒黐线啊！飞勾打呢隻。OK， 喂，咁样唔得喎，落唔到雨，我边度触发到我个？咦，但系佢打死另一隻 OK， 落石。但系佢冇重喎，又，唉，真系好烦，冇喺度输咗又，要天时地利人和先有机会打得赢呢只，啊，超人嚟打右边啦，继续，啊 ，OK， 跟住呢一下要死啦，要热风死 ，OK， 咦，佢嗰只呢度唔得，佢叉字符冇喺嗰个回合同我只圣姑一齐死。咁就錯誤咗啦，呢度已經係啊！最理想就係佢呢度都燒傷自己死埋，即係佢反傷自己死。但係呢個反傷佢又打唔死，咁就唔得啦。我身上就冇道具可以用啊！唔係我有喎，我醒起啦。呢度有粒明玉，我應該要裝粒明玉俾佢係啦。咁就唔同講法啦，可以試一試啦。嚟啊，試試啦！呢度一下超人嚟，應該有機會打爆佢。又好惊咗佢招我珠波动啦，大佬喐啊，唔该，你要喐啊，圣姑，区区一只叉字符，你好惊？你唔会惊佢噶，你可以打赢佢噶嘛，终于打赢佢啦。好，个欧卡出场，咁个欧卡出场就预咗死啦，但系唔紧要啊。OK， 佢招技打得多一下就得啦，呢度我哋 fake 欧佢 ，fake 欧只个欧卡先，苏拉边 ，OK， 打得死，下个。跟住呢，我用吸收吸只过油卡，得 ，OK， 冇落雨，但系应该都系佢快啲。诶，我快啲有落雨真系，仲冇雨，冇雨啦。啊，仲有雨，我继续放可以。呢、這个时候我哋可以用 set 水打埋呢只先。OK， 一切尽在我计划当中。好，下个就应该冇咗落雨啦。但系佢得翻呢只，跟住我吸收，咬死我！喂，靠你啊，大佬！点嗰石火，再点嗰石火。终于打人啦，各位，真系好辛苦啊！呢、這、一个真系谂到头都白埋，终于打得赢。个做法就系要先将古拉多太阳留喺度，啊唔系，应该系话咧古拉多留喺度啦。个欧卡上嚟冚咗呢一个天气，再用落天河洞嘅水先打得赢呢一个首领，系啦。好啦，咁我哋成功打赢咗啦，终于黐线嘅，一不可能啊，点会打得赢啊？呢一个我哋竟然输咗俾两个垃圾咩傻仔嘅小朋友，呢一个咧唔系终结，我哋迟早咧都会再见嘅有一日。OK， 你做得好好啊，多谢你啊，我咧亦都咧完成咗我嘅任务啊，佢就话。
我而家需要咧话俾佢嗰个 BRICH 就系嗰个应该系博士啦，系嘛？阿 May 咧可能咧有啲问题啊，所以咧佢想睇医生，唔知睇咩医生。但系咧佢会再翻嚟嘅，不过唔需要担心啊，我都会翻嚟嘅，系啊。并且呢个时候咧，我希望咧你可以成为呢个冠军，佢就话，因为下一场嘅战斗咧将会系冠军对战冠军嘅，佢就话。我有两样嘅小嘢小礼物想送俾你喎。哇，唉，唔知咩石呢粒 ？Mega 石，岩石嘅二 set， 多谢你啊！无论如何啊，重复地，我咧希望你咧幸运啊，唔好忘记啊！我咧会再翻嚟噶，有一日关东，再一日翻嚟关东嘅，佢就话，终于成功带嚟咗首领啊，各位，咁啊都几惊险啦，同埋真系几需要有思考啦。OK， 咁啊，今集时间虽然就比较闷啦，系啦，咁啊，但系都成功打赢咗呢个首领，都叫做少少嘅进度啊！呢、這、一个影片入面，好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先，我哋下次再见，中意嘅话俾个 like 同埋咧揿个订阅，下次最终再见，拜拜。